大家今晚開心嗎？開心就好啦。作為 artist 都是希望每一個看自己的觀眾可以感到開心。這個彩蛋呢，很多工作人員，很多的身邊的人都有提議過，姜濤你要唱什麼歌呢？你要唱甜蜜的歌？我覺得好像好像爭緊啲嘢，咁啊有人提議啊，不如唱慢歌。我係覺得幾好喎，又出咗隻新歌《岩殘》。好啊好啊！唔係咧，又好似爭啲，爭啲咩咧？我就問自己啊，我就問自己，我心入邊最想唱咩歌咧？我心入邊有一個答案。但是這一首歌它由上年一年前我在這個場地一個人表演一個作品，它受到很多的聲音，無論是一個作品又好，我個人又好，都受到很多的指點，我非常感激這些聲音。過去這一年自己嚟講，可能係比較艱難嘅一年，無論喺心理上定係生活上，但係好感激我一年到今日，我可以做埋俾你哋聽呢一啲説話，咁我覺得我自己有冇放過？咁但係我咧，我覺得好似仲爭最後一個 step 去冇放過，在過去這一年，我自己有表演過這首歌了，但是我覺得是我心裡面都是恐懼的，所以我每次都說要有多些 dancer 給我。是的，因為可能心裡面始終有一個關口的。想发个字，字眼令人有微笑。